今日嘅伊資個股推介係昆崙能源啦，1355經濟日報嘅投資業話組揀選原因係燃氣股作為第四季熱門板塊之一，預期隨住天氣即將轉冷，受惠需求帶動，咁加上獲資金流入，股價有望延續反彈勢頭。隨住未來內地幾日啦天氣會轉冷，亞洲寒潮將會係繼續東移南下，影響中東部地區，預料推動天然氣用量，尤其提升城市燃氣嘅需求。昆崙屬於中石油旗下唯一從事天然氣終端銷售同埋綜合利用嘅平台企業，公司目前聚焦天然氣終端銷售，咁截至到上半年啦，天然氣銷售收入佔比達到76%。根據彭博預測，昆能2022年同埋2023年預測市盈率咧係6.9倍同埋6.5倍噶，比同業好似係新奧能源嘅13.8同埋12.7倍為低嘅。策略上啦，昆能星期四收喺5.42啦，投資者可以係5.3吸納，短期上望前頂5.8，突破之後再挑戰下降軌，目前大約6.5啦，跌穿4.9就減持。